我迟到了，就是因为我要做自己最好吃的便当。打地鼓，你终于来了、嗯！你做了什么？感觉好像厉害耶！奇怪，今天外面天气这么好，不如我们去森林里面野餐怎么样？好耶！我也好。现在日头的短片，我所以早上出门精神最好了。日头的短片，你是不是太阳在东边的意思啊？没错，日头的短片就是太阳在东边的意思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生命水晶不见了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不行不行，我们大家赶快分头去找水晶。那。阿屁股，我跟你一组。那叽里呱啦精灵跟芝芝精灵一组。那我们就去元气公园的东边跟南边找。没问题。那我们去元气公园的北边找。好 ，OK。那我去元气公园的西边找找。等等，我们在元气公园的中间集合。好，出发！走快！你们有发现什么吗？没有，我们到处都找过了，可是都没有看到生命水晶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刚刚在元气公园的东边、南边，都没有找到哎。我在公园的西边也没有找到。阿蒂古跟哆瑞咪精灵他们还没有过来，不知道他们那边状况怎么样哎。奇怪了，该不会他们找到了吧？我来打电话给他们。好，打电话。阿蒂古，你在哪里啊？奶的公园该被骗，奶的公园该被骗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意思就是我在公园的北边，而且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哦，我们找到生命水晶了，你们赶快过来！太好了，我们马上就过去。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找到了吗？啊，真的太好了，那我们赶快过去吧。走，走了。哆瑞咪。哇。你们是在哪里找到生命水晶的？地公园底 boy， 地公园底 boy， 就是在公园里面的意思。好险找到了，不然没了生命水晶，我们浩克森林里面的很多植物都会因为没有法力而枯萎的。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什么了？那天我发现生命水晶脏脏的，就带回家擦一擦。在路上看到梅花鹿很可爱，就跑去跟它玩，忘记把生命水晶带走了。哇，悠悠妹，原来是你哦！哎呦，没关系啦，反正现在找到了就没事啦。肚子饿了，我们的野餐呢？对耶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叽里呱啦，我的肚子也觉得饿起来了。我今天还准备很多好吃的东西哦，真的吗？有我自己做的饭团，自己摘的水果，自己煎的荷包蛋，还有还有，哎呦，不要再还有了啦，肚子很饿哎，而且天都快黑了，我们赶快出发吧 ，Go！ 日头的短片，意思就是太阳在东边。矮的公园给被骗，意思就是呢，我在公园的北边。的公园底 boy， 意思就是在公园的里面。今天教各位的客家话有没有都记住了啊？记住了，很强哦。